后脑勺痛，后脑勺痛，我看到有根光线，有根光线晃来晃去，一根光线晃来晃去的啊，一根光线晃来晃去的啊。啊，一根光线晃来晃去，像棒棒似的，啊晃来晃去的，啊有时候晃过来就头上磕了一下，这根光线呢？他们好像在，好像在，尝试着啊，尝试着从外星球用管道送过来啊。但那管道外面呢，装了保护壳。前面不是说送能量的时候用那个铅盒嘛？啊，这个毕竟太麻烦了。哦，太麻烦了，现在呢要用那个用，现在太麻烦了，啊，现在呢用，管道外面，装那个外壳，啊，就像光纤一样的，光纤通信一样的，类似光纤一样。啊。所以呢，他那个送过来的时候呢，到了这边呢，在对位置，啊对位置的时候呢，好像是碰上了，啊碰上啊，一会儿碰磕了一下，一会儿磕了一下，啊又要磕了一下，啊，然后，然后确定完了以后，把指标调整好了以后，然后，像那个像洗澡的时候莲蓬头啊，就上下了。连不同的水一样的，洒下来啊，是用这个方法啊。之前就是像一个光纤，然后就洒下来，看看效果怎么样啊。再做这个实验，做这个实验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